出你们的爱心，一起为繁荣法拉盛做贡献，免费为社区民众发放食物。今天发放的食物是饺子。今天是 AA 飞行模队于县区免费送午餐活动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感谢您关注 AA 飞行模队航空，期待每一个您。今天是 AA 飞行模队，让社区人民安心是我们的理念，我们期待更多的人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巡逻队里。领餐请排队，不要在这里围观。为华区送午餐的活动最活跃的一支巡逻队，我们已致力于保护华人社区安全，维护社区治安，期待每一个有热血的有热心的民众。为维护社区治安，捍卫社区繁华，保护一个安全繁荣多元的社区。不好意思，大家往前走。请大家遵守我们的秩序。今天是 AAC， 哪怕你们一个星期一个月只有一次，勇敢地站出来捍卫自己的社区，保护我们自己的社区。所有的队员都是义工，我们也同时期待更多的人可以加入我们，哪怕你们一个星期一个月只有一次的时间，我们也期待更多的民众可以与亚裔被严重歧视的危难时刻，大家靠自己的勇气和毅力勇敢地站出来捍卫自己的社区。我们是闪亮在法拉盛街头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， AC 巡逻队期待更多的社区民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，是 AC 巡逻队与我们的队伍中来。我们的 AAC 巡逻队诞生于亚裔被严重歧视和攻击的危难时刻，大家靠自己的勇气和毅力勇敢地站出来，共同捍卫，让社区居民安心是我们的心愿。 AAC 巡逻队需要大量的义工， AAC 巡逻队期待您的加入，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AAC 巡逻队。AC 巡逻队每天在街头巡逻，是在法拉盛街头的一支巡逻队伍，期待更多的您可以加入我们，从见证法拉盛 AC 巡逻队的成长，请来关注 AC 巡逻队。 AC 巡逻队需要您的支持。今天是 AC 巡逻队与献爱唐人街 Send Chinatown Love 共同发起的，在法拉盛社区街头的人可以了解 AAC， 加入 AAC 巡逻队，巡逻队的每一个共同创造一个繁荣安全的华人社区。 AAC 巡逻队需要您的关注， AAC 巡逻队感谢您一直关注我们，陪伴我们成长。手里拿黄色卡片的往前走一下，不要着急，只要您手里有黄色卡片都会有今天的午餐，感谢您的等待。 AC 巡逻队维护社区治安，保护法拉盛街头机的危难时刻，大家靠自己的勇气和毅力站出来，共同捍卫自己的社区，保护一个安全。手里有卡片的都有午餐，不要着急，只要你手里有黄色的卡片都可以拿到。 Send Chinatown Love 共同发起的免费送午餐活动， AC 巡逻
是服务于法拉盛社区的一支巡逻队伍，巡逻队的每一位队员都是义工，我们捍卫自己的社区，保护一个安全多元的社区。我们是闪亮在法拉盛街头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我们的午餐发放已经结束了。没有了，请大家尊重我们的秩序。感谢您关注 AAC 巡逻队，请维护我们的秩序要求。没有卡片的就没有午餐了。